部跳躍最快開邊個檔紅色波連連贏啦，咁中間位置都快粉藍寶嗰匹國金戰神啊，開邊第三位白色寶咧就見到係鳳凰之星，起步慢咗少少，第四位即係黃色波納德都勁啊，都上緊嚟噶啦。啱啱過呢個八百米段處單騎放你走中外檔咧，見到連連贏啦，中間上咗嚟咧見到係納德都勁，裏邊第三位咧就國金戰神嚟嘅，咁啊落腳慢少少，依家掟到落第四位咧就鳳凰之星。好啦，轉緊四百米彎入最後直路，三隻馬喺前面放嘅，裏面落檔數出嚟，國金戰神中間位置係納德都勁，開邊我當係紅色，冇個連連贏。第四位跟跑咧就見到鳳凰之星。好啦，到到嚟最後二百米路程啊，走中檔咧仲係拖翻慢咧，見到納德都勁啦，開邊都係撳住上緊嚟，連連贏嚟嘅。裏面咧亦都係回氣再上咧，國金戰神啊，暫時唔入驚就鳳凰之星。好啦，最後五十米裏面落檔咧，回氣再上咧，國金戰神。國金戰神人第二組試習跑第二名咧就係連連贏，第三名咧就係納德都勁，跑第四名就係鳳凰之星。